对，现在啊流行各种答题，我特别想问一下啊，这个前胖啊，不是前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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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知道人类最大的一次迁徙，人类的人口迁徙是什么？你说最大规模的周期性迁徙，最大规模的周期性的人类的迁徙，那不就是中午饭点到了，大家一起拥去食堂吗？你看你这边怎么老想着就是吃啊，动不动就是吃，你正经点，你开玩笑嘛？对，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春运啊。哎，是的，这个年关将近啊，大家都要想着过年，不管是飞机啊、高铁啊、汽车啊、摩托车啊、单车啊、走路啊，反正都是要这么多方式，一切办法赶回家，因为再远的路程也挡不住这一颗回家过年的热切的心。是，但是然而啊，可是回家的路并没有那么顺利，对呀，往往会出现一些小岔子。可是呢，这些小岔子就会让回家的路变得有趣而难忘。对呀，因为就是它来之不易，你会觉得见面的时候的那种温暖更让人珍惜，然后那种拥抱会更让人觉得温暖。好事多磨嘛，好事多磨。像我们经常在外地工作的人，是难得有一次回家那个看望父母的机会。对，你那样的话，你扑到母亲的怀里，扑到父母亲的那种怀里，你会觉得哎呀好温暖。这管他催不催婚呢，像我管他，真的像我是湘西的，我每次回家就是没有那个高铁，所以我每次要开车回家，大概每次要开到9个小时以上，如果堵车的话要10几个小时，路途很遥远。对，路途很遥远，可是每次回家还是会很开心，可以吃到腊肉和香肠。哎，你们俩怎么就离不开吃呢？你们俩大过年的要吃也得吃口味王槟榔啊。那也是啊，提神快。是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回家的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让人心里暖洋洋又有点着急的状况。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爱笑家族为我们带来一路惊喜，有请。由北京开往长沙的高107次复兴号列车即将发车，请旅客抓紧时间上车。呀吼，回家喽，开心！呀吼呀，嗨！哎，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吗？3年了没回过家，今天终于可以回长沙了，而且我没告诉我父母，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你说惊喜不惊喜？惊喜不惊喜？惊！别挡门！你这个人一点都不活泼。喂，妈，妈妈，我今年也回不去家了。对，我得带着孩子们去慰问演出。对，妈知道你忙回不来，我和你爸就想给你一个惊喜，再有一站我们就到北京了。啊，你别妈妈你。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哎，等一下，哎，那个，我想问一下，下一站什么时候到啊？直达长沙不停。啊？我逗你呢。2点半到，其实我也很活泼。哎呀，这是谁给谁惊喜啊？哎，你别，哎，哎呀，哎，小伙，你这个年货挺多呀，怎么不找个快递呢？我就是快递。哎，我跟你说啊，大哥，我们呢一年里边364天都是给别人送快递，那今年最后一天了，我给我爹妈也当回快递，孝顺。今天我也给你当回快递，孝顺。咋了哥？没事，好像吃了点亏。吃亏是福吗？是吧？啊，你一会儿帮我搬吧。行，那我帮你搬啊。这样呀，到这到了。哎哎，不开门呢？这边开门的。哎呀，哎呦我天！哎呀，被门给骗了！我天哪！快点搬！这个箱子怕碎，得慢点。快！还有什么？那个哎，那个包，这个包，不，还有，等一下，我这是谁的包？我的。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哥们儿，干嘛呀？我包到站了。
不是大哥，我关键我以为那是他的包，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你包里有什么？我都赔给您。有什么？时间、精力、一颗着急回家的心，赔我。这太抽象了。怎么办？大哥，我一包东西，这没法赔。那个刚刚谁的包被丢下去了？有一个乘客交给车站了。哎，找着了啊！哎呦，谢谢。你的包啊？不是他的包。那你谢什么呀？那我给扔下去的。哎呀哥，你确实比我活泼。那个放心啊，没丢，待会儿跟我办个手续啊。好嘞。哎，宝贝，刚才有一个叔叔把爸爸的包给丢回去了，但是叔叔不是坏人啊，我给你看看叔叔，我看看。怎么哭了，宝宝？怎么就哭了呢？二 C， 哎，小伙子，你快给我看看这个座在哪儿啊？哎呀。哎呀，大妈、啊、你这个东西不能这么放啊，你记住了，把票放在这个兜、钱包放在这个兜，记住了啊、来，我送您过去，来。哎呦，大妈，我送您过去吧。哎大哥，我忘了问你了哈，你咋不下车呢？不喜欢这站呢？不是，跟车站没关系，关键是火车想跟我恋爱不让我下去。哎，这年轻人玩的真洋气哈。女朋友叫火车。废物，到站了没下车就是废物。谁呀？干啥？你要骂我，你看着我骂，不知道还以为骂大哥呢。大哥不好意思，他骂我呢，刚才睡着坐过站了。睡着了？哎，你要没睡着还坐过站，那不是傻子吗？哎，大哥，你说一个人要是没睡着还坐过站，是不是傻子？算是吧。不是刚才你不先睡着的吗？我睡着了，你也睡，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哎，大哥，我问你，你是不是在这儿等下车？啊，你票到哪儿？长沙。你看看，人家湖南下车，在河北就开始等着了，人家那心眼多多。哎，行了，差不多得了，不就坐过一站吗？不就坐过一站吧？你还想坐过几站？两站？哎呦。大哥，来，你给评评理，一个人连续两站都下不去，他是不是个大傻子？是不是？这是大傻子。我还跟那个大傻子谈了3年恋爱。大哥，你不知道，我今年是第一次跟他回家，我想着给他妈一个惊喜，现在好了，坐过站了。哎呦，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没事，我劝劝，毕竟是女孩子嘛。你这样啊，先别激动，你先得问问人家为什么下不去车。对呀、对不对？大哥，你这个提醒的对，对不对呀、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见你妈？哎，不是，你没听明白，刚才小伙子说了，对不对？睡着了，太累，坐过站了，你这吵，一会儿打起来怎么办啊？对呀、你看看，大哥说的对，是不是？我现在就打他。哎呀，不是，你理解错了，你打他干嘛呀？打完再分手怎么办啊？分，现在就分，火车上就分。妹妹，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听懂了，你让我俩分手吗？我没那意思。大哥，你别再劝了，再劝我就家破人亡了啊！我自己来。哎，宝贝，我爱你。你这么劝有啥用？你早点说不就行了吗？我装了那么久。好了，走。哎呀，终于下车了，耶！哈哈，大哥，你去哪儿啊？不是我。我俩都和好了，你就不用劝了，快上车。我没说劝你俩。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不是，赶紧上车。不是我真的我。真不用，我没。哎呀。你把你最喜欢吃的口味王槟榔给大哥。对，大哥，这可是新口味，提神快，不烧口啊，里面还有葡萄干，好吃，拿着。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这个东西好东西。大哥，你安心回长沙。不是，你得让我过去。别客气，大哥，我箱子给我扔下来。哎呀，大哥，你客气啥？你看，拿着去啊。哎，你把，我箱子。你快回来，把我。刚刚你是把大哥的箱子扔上去了，还是把大哥扔上去了？宝宝，刚才爸爸呀做了一件大好事，帮一个叔叔啊把箱子给拿下去了。那个叔叔啊怎么还在车上呢？
你手怎么那么欠呢？你知道我那箱子上都有什么吗？我估计是时间、精力。我没你那么抽象，钱包、钥匙、卡。大哥，这些都是能赔的，你赔给我好不好？兄弟，我也想赔你，但我钱都在那包呢，你给我扔进去了。对不起。刚才又有个箱子送到车站了，谁的呀？找着了。嗯，哎呦，谢谢谢谢。你又把谁的箱子扔下去了？这次是我的。怎么的呢，大哥？谁扔别人的箱子不过瘾呢？不是他扔的。你扔人家箱子干嘛呀？他让我扔的。大哥，我真是猜不透你。我自己都猜不透自己。是这样哈，大哥，我问一下，你究竟打算啥时候下去啊？看命吧，你慢慢看吧。妈，我跟你说一下，我一会儿回去找您啊。撒谎。不是妈，那个你就跟我爸在车站等我好不好？真是不孝啊。不是妈，你听我说，我说的是真事儿。那是不可能。妈，你等会儿干什么呀？干什么？怎么了？怎么了，小伙子？我再说一句结局，你干什么？我给孩子讲故事呢。讲什么？鲁滨逊漂流记啊。这个鲁滨逊呢，错过了这条船就再也没下去，气人不？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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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过年的还能有人拿大妈的东西？拿大妈啥了？青春呢？那你找大爷去啊。那边大妈钱包丢了，特别着急，咱不得帮人找吗？哎呀，钱包丢了。对呀。哎呀，那我能帮上什么忙？你帮我分析一下啊，我怀疑是被偷了。你觉得小偷偷完钱包之后应该干嘛？跑。跑。对，跑。对，跑。小偷拿完钱应该想的是赶紧下车。不是不是，你赶紧下车的他不一定是小偷。哎呀，草率了。草率。有点草率。那就是谁不应该这站下还非得下，那就是他。等下车呢，大哥。啊，对了，大哥，我想问一下哈，您说您到长沙的票干嘛老着急下车呢？不是，不是，不对，算了，乘客的事儿我不应该多问，对不起啊，大哥。不是不是，你听我给解释。不是大哥，我给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啊。你听着啊，就是说我今年过年回家，我想给我妈一个惊喜，然后我妈我爸想给我一个惊喜，然后他们现在到北京，我现在还在长沙呢，我就着急下车去找他们。 你懂吗？啊，是这样啊。啊，懂了懂了。误会。对，误会。误会不会。巧了巧了巧了。没事没事。咱们接着分析啊。对，小偷拿了钱包不一定下车。对，如果他在车上他能干什么？转移赃物。转移转移赃物放在身上非常危险。对，他应该已经把赃物送下车了。送啊？不是，还在这儿呢。哎，对，我有事想问你，刚才你让我把你的箱子拿下去以后，你人为什么又上来了呢？不是不是，在呢，宝宝，爸爸在呢。不是，哎，爸爸在呢。你这时候说这干什么？是一回事吗？大哥，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你别，停！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有人把我的，停！大哥，你就听我解释一分钟啊。有人把我的箱子扔下车了，然后呢，现在送到站台了。然后你说我偷东西，我不可能把东西送到站台，对不对？有人接头呗。大哥，我真不是小偷，我身上没带。你别过来。我真不是小偷。小偷搁哪儿呢？大妈，危险危险，过来过来。大妈，你来的正好，现在只有你能证明我的清白。这孩子是个好孩子，我跟你说，刚才给我指座，还跟我说票放左兜，钱包放右兜。哦，不是不是，大妈你解释不对。哦，什么？人家是个好孩子，我俩呀是分开之后钱包才丢的。哦，不是，行了，大妈，你别，你不用解释了啊，这，不是，我得下车了啊，大妈，我就你等会儿，你别动，你把钱包还给大妈，我们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记住，穿错鞋不怕，不能走错路。谁穿鞋了？大哥，你还没下去呢，你又惦记谁的包呢？我惦记谁包了我？他惦记大妈的钱包，惯犯。我要下车，你干什么呀？那个大妈，你钱包什么样？哎呀，我钱包，我这个钱包，哎，我钱包就长这样，
刚才的那节车厢还有，来这节车厢就没了。你说这找着了。那个都散了吧，散了吧，大妈，大妈，嗯，走走走。哦哦哦哦！你给我进来！我是好人。好什么人？我见义勇为。见什么义勇什么为？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那么做。滚！哎呀，不行！哎，妈，我跟您说实话啊，我呀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滚！退！碎！放！你的老爸是个神话，会搞定老妈绝对疯狂，就算有天掉光阳，你甭管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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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光顾我的小怪物，你是我写过最美的情书。停！嚎什么嚎？啊！你们要干什么？电话不让我打，车不让我下，你们知不知道？我三年没回家了，我三年没见着我爸妈，我什么心情？啊，兄弟，那个，兄弟，不好意思啊，这个事儿是这样，这哥们儿女儿眼睛受了伤，啊，马上就要做手术了，有可能失明啊。小女孩现在是又紧张又害怕，现在孩子想看什么，这个爹就得拼命的给他演什么。打扰到你啊，不好意思。那个大哥，不好意思啊。哎，没事。刚才不知道是这种情况。那什么，你没事，女儿一定会好起来的。谢了，哥们儿。然后我一会儿就下车了。回家，回家，我爹，快快快！对，实在是对不起。快点，快点，对不起。宝爸，听妈妈说啊，咱们不怕啊。等眼睛治好了，你不是想看踢踏舞吗？等你眼睛好了，爸一定。爸爸，我知道，我可能永远都看不见了。爸爸，如果我的眼睛好不了了，你也要带我去。眼睛看不见，我就用耳朵听，好不好？宝宝，没事儿，你听爸爸说，相信医生叔叔很厉害的，一定能好。对，我带你去看踢踏舞。已经抵达本次旅途的终点站长沙站。波波哥，你回北京的车票我帮你搞定了，待会儿直接往回返啊。哎呀，那谢谢谢谢。哥们，谢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太激动了。哎，掉哪儿了？哎呀，痛了。喂，妈，您啊就在北京等着我，今天我一定陪您过大年。回来。